哎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好久没有弄爆浆蛋糕了，我儿子跟我说最近马上就要放假了，超级想吃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吧，做的好吃的话喊你们来我家跟我一起吃。我的天哪，我都已经忍不住了，看奶油袋子都变大了，我老公特意给我买个大袋子。黄色的奶油是我最喜欢的，你们说一下我是从哪个开始先挤呢？好纠结好纠结，从最开始这里。哟，这个黄色的嘛，跟那个蛋黄一样，蛋黄派一样，好好看，你看像不像冰淇淋？嘿，越到上面越好看，我全给它挤上，一点都不能剩下。我的天哪，好看，好想吃冰淇淋啊！前几天我儿子拉肚子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不要吃冰淇淋，于是呢，我就答应了他，给他做长得像冰淇淋的爆浆蛋糕。那第二个来个什么色呢？来个鲜亮的，当当当当，西瓜红，西瓜红，太阳升。看到我这个视频的你，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、红红火火、快快乐乐。哇，昆明的夏天早就到了，我们早就开始吃大西瓜了。你们那里开始吃西瓜了吗？我的天哪，好好看！嘿，你看它开始冒气了，里面憋着一股气呀！我说怎么那么多奶油？西瓜味的，我们再来一个好看的、力量的颜色。蓝色在我的眼中是一个超具力量的颜色，像极了那个绘画颜料。早些年我当老师教的就是画画，呜溢出来了，哇，像蓝色的油漆一样，但真的入口超好吃的。这个蓝色你别看着它蓝，其实里面我也放了一丢丢的小蓝莓进，蓝莓不是紫色吗？但是放了一点进去之后，颜色反而更蓝了，湖蓝色就出来了。那我们下个颜色，来一个沉闷的颜色，当当当当。黑色，煤炭一样的黑，呦，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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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看，这个颜色一下子就升上来了，比上次的颜色深多了。让它自由一点吧，就算它串好了，也让它自由一点吧。舌头都黑了，我们再来一个紫色吧，好不好？怎么说来着？希望你喜欢的人能够踏着七彩祥云来接你，所以呢，先来个紫色。我就差抱着奶油喝了，太好喝了。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糖，而且我兑了一丢丢的那个蜂蜜进去，超好吃哇！香芋紫，放在这儿，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了，满满的都是想你的颜色。再来一个大绿色，绿油油的颜色，在夏天怎么能少了呢？哇，看到绿色好想吃菠菜，大力水手菠菠。哇塞！每次做爆浆蛋糕，我感觉我的手是最富有颜色的，做完之后我的手都变成了小花猫的手，好不好看？这个颜色排列的漂不漂亮？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手，当当当当。点个关注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爆开，看它究竟好不好看。